大家好 ，ST 到今日礼拜三啦，咁啊第二日呢个屯马线新路短视车啦，系啦，咁啊寻日就影唔晒啦，因为唔够时间，系啊两个钟唔够时间去晒三个影车位，咁所以今日就去埋最后嘅红磡站，系啦，咁啊睇下嗰度可以影到啲咩啦，咁啊希望嗰度唔会封得太紧，如果唔系真系好难影。哇！仲有時間就去埋何文田啦，係啦，喺正隔離啫。全部都係十二卡。整個車尾冇人咧，坐陣車尾先得咁。哇！一九點已經咁少人，超正。有车啊！有车。喺正隔篱。对面嘅 R 车。暂时仍然系稀有啊，冇乜缘分。前兩班啊 ，out 車我就 miss 咗，冇計。哇！成個為保安全，轉車時請勿在月台上奔跑。為保安全，轉車時請不要在月台上奔跑。For safety reasons, don't run between platforms when changing trains.将会消失的画面，有车在中间的两个位置，最北面的出口应该。
正常就呢度咯個站。啊哈！哦，我穿咗啦。咁我試下就動部機敲下影到啲咩啦，激死 ！set 咗個腳架唔夠高，啊要高多格先得。等咗一兩分鐘到啦。應該好快有車嚟嘅，咁嘅話，轉軌勁慢咯、啊。入咗隧道啦，嚟咧嚟咧，依家係22分，咁得意啊！有盏红色灯喺个车尾度，或者喺个车底噶。嗰啲人像啲有啲车会装啲装置嚟 check 住条路轨，可能呢架装嘅都唔定，我睇唔到个编号咁鬼死远。真系几搞嘢，行紧条灯红磡咁近。跟住就係爭呢條鐵路連埋，唉，搞好耐啊真係。
知道這個站是幾入的呢，它入站的速度幾快啊。反而那邊現在很難拍，它現在圍封曬，看看上面這裡的站，稍後都不知道怎麼過去拍的，根本是沒什麼可能的，除非有個超高的腳架。哇，真的要我抬起部機那麼高都幾攰下，它的欄杆是高過整個人的，黐線。哇，停了三分鐘而已。系咯，四分钟都冇。掉头掉得几快啊！咁啊，试下过去嗰边啊，系啊，一分钟应该行到过去。过咗嚟啦，应该影死我噶啦，咁位死高。啱唔啱啊？系已经有车入紧去了。斋靠个车顶，啊，可能唔掂。呢度望到入去咧，话事话，最衰呢度对面冇行人路，冇啊，封实晒，啊变成得呢度啊，都几 OK 噶啦，啊，咁啊又等四分两分钟啦，系两分钟啦，呢个新角度。喺紅磡站個拍攝角度都比我想象中差啊！風都太厲害，超難高炒。去垃圾房拍都好難啊，黐線！可能樓梯又 OK， 但上面啊，上面都封到咁，幾勁啊真係！屌，隻手勁攰，已經晾住喺呢嚿嘢都勁攰啦。OK， 哇！啲 MLR 咁密嘅突然間，我先影埋你。
哇！呢度影真係勁差咯，影屯馬線，佢得嗰呢一忽仔，超唔掂喎。我仲諗住近少少嘅。啊！頭先第一個角度最好嘅啦，真係呢個都麻麻。啊！咁啊，唯有呢度舉起部機望落去啦。直接對部手機。就咁放低部機喺度都得半分鐘就有車入嚟啦。
1900都影到啦，开心。哇，好恐怖，隻手超攰啊！喺呢度影，下次担张凳仔之类，超唔掂，斋靠部机。唉，好冇人啊！喺度拍片，系咯，喺度拍片劲冇人啊！咁啊，行去何文田啦，要几耐啦？依家就啱啱好10:03。全部都是零車，超型。佢頭先嗰幾條街都冇乜喎，係呢個咩街嚟嘅？鵝曲街。OK， 嚟咗曲街都唔知咁鬼死直。5分鐘就嚟到呢個天橋。哇，幾多年冇嚟啊！真係都第一次夜晚嚟咯，其實係啦，啲藝術品著燈。呢边咧，诶，两边冇晒车，冇晒时间睇喎。3号都有啦，3号都有啦。今次有点忙闷，完全看不到显示紧啲咩添，衰咗呢个位置，都是显示紧睇得。都是顯示在的，今天都是2900。今天都是2900。
咁耐。嚟咗另一條樓梯啦！哇，呢度影相好多，冇步 lift， 系咧，呢度俾步 lift 遮住咗。嚟邊度嚟？我對面黃燈。對面黃燈喎，
呢架係個 last 咯，咁就話。Spray a mask spray in the empty hour.
yourself and others. You must wear a mask when in the empty hour premises. Maintain good personal hygiene and wash your hands frequently. Together, let's fight the virus.開翻燈，好型應該拉屎一架啦，依家已經42分啦，43係啦，喺呢個時間收車，唔知積完住，誒仲有車？收檔啦，收檔啦，收檔啦，收檔啦！上次即刻走嘅啫，今次睇埋你收檔，最後一班過咗。啊！今次到最後嗰班先至掛回廠牌，喺尾二嗰格都仲係啟德。我要去邊度集合啊？係啦，依家全部走啦，散水。一日試兩個鐘夠㗎，黐線啊！一日兩個鐘。系咯，唔逢非繁忙時間試車嘅，得禮拜六日先至叫全日咯。唉，今日走得啦。三個月應該都是這樣，可能遲些這個試車時間不止兩個鐘，可能會再多一點。暫時所有看車的位置就想到的看到的都已經去過了，所以拍過一次就應該除非去早上再試車，早上會試車，否則應該都不會怎樣再去拍了。係啦，始終都誒嚟緊都復課啦，所以都唔可以咁癲。咁啊，係啦，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 嘅，得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